球。好，比赛正式开始。那么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就是八一队，身穿白色球衣的是主场作战的苏州肯尼亚啊。我你看这个联防呢，让八一队有点没办法，一脚传都不中，篮板球，好球啊！郭浩文这边抢到一个。那郭浩文这个身材，肯定劲儿使得很猛啊，但是感觉顶不太动。刘伟在体型上跟于晨正好能对得上位。哇，郭浩文今天八一这种神仙球可是不少啊！第一节韩硕就进了一个这样的压哨，意识非常不错。那现在远投，哇，单挡之后又是远投命中，郭浩文啊连进两个三分，这样八一又一次追平。这支球队真是顽强。但是没有去用这掩护，郭浩文往内线强杀造成的犯规。郭浩文确实是一个让人感觉非常有潜力啊，上限很高的一个球员。嗯，稳稳的两发全中啊。拉开掩护之后呢，其实并没有形成换防，然后很快的换了回来。多好球！现在分差是不知不觉间来到十五分球。郭浩文好球，两分上进。好球！就是呢，他还是尽可能去往篮下突啊，很少去做这种远投。许哲豪。这球呢，刘伟想要造一个进攻犯规啊，还有不到五分钟的时间，留给八一的时间不多了。郭浩文好球啊，没有辜负队友的传球。好，那么恭喜肯尼亚在主场100-85战胜了雷。